怎么这么轻啊？这牙刷就跟你一样，又温柔又细心。重量也跟你一样，超轻盈。Baby，我很轻吗？很轻，你流汗嘞。我觉得今天刷得特别干净啊。每分钟9000次的震动，是这支牙刷，还是我的心脏？哎，宝贝。正确的刷牙角度应该要倾斜45度哦。你说这样子吗 ？No， 是这样子。45度。先生，你玩够了没？很重。还没，再低一点。小贝。哎 ，baby，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安静啊？哎，宝贝，你看我皮肤最近变得超好哎。真的？为什么？用你最新买的洗脸机啊，双层细毛超舒服，洗得超干净。什么洗脸机啊？这支啊，超好用的。洗你。